带小刘游完水回来，我老公又准备好了菜，又是辣椒炒鸡胸肉，然后番茄炒蛋。先把这个鸡胸肉腌一下，老抽，把它拌匀，再放一点点油。那就拿多一个鸡蛋了。哎，皮都要健康了嘛。皮才健康，以后我们剥的皮给你吃。嗯。炒的差不多，把这个辣椒放进去。出锅。把这个泡椒炒一下，泡椒大蒜，炒出香味，然后放这个土豆，土豆炒断生，加点盐，加一点点鸡粉。今天的晚餐。吃饭了你不拿个勺子出来发了个番茄炒蛋了，是我的，我不煮，你煮个番茄炒蛋给我吃，这不行，你直接好像番茄呢也是这样煮，不过呢鸡蛋呢是直接煎一个鸡蛋，然后放在鸡蛋放进去，然后煎一个鸡蛋，然后呢把鸡蛋放在就是番茄里面，不是番茄上面，番茄炒蛋。嗯，那说明你爸不喜欢吃。我夹不到。来，怎么会夹不到嘞？太滑了。来，谢谢。客气。对呀。我不要。哼，今天在家睡了一天。你总是拿地啊，对吧？没啊，两点钟，一点多钟吃完饭就开始睡，睡到五点多我叫他起床，还不起来。不会烦吗？好吧。嗯。没好累。早点睡。你们这两个这句话我真的很烦了。早睡早起身体好。说吧。嗯。没行。我看他们是不是给你拍的照片吗？嗯。那个黑色200多块钱，我有那个绿色也是。嗯。哇。结果不一样价钱，400多。黑色。250。我都。它又不好看。又不好看。你没觉得呗？它黑色前面有个白杠杠。嗯。像个睡裤一样，这个颜色又好看点。不滑。嗯，我知道。还有一个麻烦。哦，对。端个饭还要起来让位。今天基本就分到这里，喜欢的情况就出来。拜拜。给我老公买的衣服试了，转过去我看一下背后，这个背后好好看，两个牌子，嗯，那个裤子转过来看一下裤子，老公，这个裤子很薄哎，舒不舒服？嗯，嗯，超展，最会说的就是超展，你干嘛？剪到这边不是有吗？好看。